我取得大头棒，大头棒。等一下，我这个房子也太屋顶太镂空了吧？C P 给我 C C E P C E P 什么？为什么？我的房子好镂空哦！你没有听到叫声吗？有，家里没有。我快叫出来了，我断线了。所以是我走太远，走太远，走很远吧？家具。小雨那边还有看到，团团你是说有？我这边有，可是我抓不到他。我来支援，我来支援。柜子是在哪边啊？储藏吗？对，大柜往后，大柜对，大柜可以放药品跟。有，你前面跑过去一只。有看到了，左下角哦，那是我们刚刚盖房子的这个材料。没有，没看到。哦，我走回来了。哦，我这边还有一只。哦，在这里。哦，单线号，我都打不到他。欸、他穿石头啊！对啊，超难打的、欸。哦，看到他，他前面。前面。啊，这个游戏一个人玩是真的很恐怖。有个跑到水里了，潜水了。他救可我哎、欸，他在我脚边跑哎、欸，绕圈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救可了，哇！他钻进石头里面了。太难了吧？他就是不让你拿。好难抓哦，超难抓的啦。很难抓啊，他跑超快，你要去堵他路才有办法。你要开兔子陷阱啊！我抓到一只。感觉不怎么符合力学的屋顶，没有错啦。小雨，那一只抽到了吗？没有，不见了。我记得附近有只蜥蜴。什么啥蜥蜴啊？我是戳戳鸟哈、啊！我要窗户夹，我要把我的那个换、下，那个特殊护甲换下。你好，你在干嘛？又吓死我了！你在干嘛？捡木棍，我刚做好那个木棍袋。哦，收纳袋你也可以做一下，还不错。我为什么一直断线呢、啊？断线？对啊，我好不容易捡完东西又断线。啊？你要不要看看你死定还是什么？有没有偷宰东西？没有啊。哎、欸，高尔夫在更新，可是他只是说等待更新，没正在更新啊。开游戏的时候都会暂停更新啊。那，哎，好难的。所以今天拿得到潜水服吗？应该可以啦。好，我拿。等下吧，等人到齐啊。嗯。对啊，潜水服这个真的没办法，那个，嗯，对啊，大家都要拿到，不然的话不要跑那么快，你跑好快，哎呀，不要再洗了，大家都在杀兔子啊，不用理他们啊，我也在杀，杀这没，可是我杀完之后，兔子皮也回去了，这个真的也没办法，对啊，是为了活下去啊，就是有游戏设定这个。也没办法，真的。不要跑、哦！对啊，大走一。你看，像这个世界，如果只剩下一个水果可以吃，我们还是只会吃那水果啊。对啊，他你说他还是会吃、你说什么呀、之类的。奇异是水果。对啊。对啊，你现在知道吗？哎、欸、那个烤过的肉要怎么把它拿起来？不行，你就按一啊。按住一啊。不能拿住，你只能吃掉它。你没办法收集到袋子里。对，你只能把它直接嗑掉。没错，哦，真的可以放药品跟饮料都可以放、啊。这里有一只鱼、啊，哪里？哦，你在后面，我先把饮料放一下。等我，让我喘一下。不要跑！我要追不到了，我要追不到了，我没有耐力了。可是，一层只能放四个，好烂哦。这里有一只，这里有一只。救我！他超会。有一只，又不见了。哎、欸，有路哎、欸，我戳路好了。哎呦！哎、欸，路怎么开始跑了？不要跑、啊，不要跑。好喘，哎、欸。飞机那边收集。哎、欸，小雨，这边、啊、这边，小雨你在哪？这边。等一下，我在戳路，等我一下。但是我把我先把它皮剥下来，你等一下可以拿。戳那掉两个，好哦。先剥皮好了。来。我现在擦毛皮靴。这个毛皮靴子。我来呀。给你，我已经剥皮了。可是你想想看哦，毛皮靴沾到水之后。会变更冷啊！其实对啊，而且你走路很不爽，照常理来说，哒哒的，的，对啊，对啊，我真的不喜欢。
那种毛皮大衣什么的，下雨天去单刀哦。试试看好了，那个长毛戳、保暖装也太难了。在我后面没有，反正在我后面他也跟着在砍，好不好？打雷了，来了！你们天谴要来了，要天谴哦！有人，有人，有人，好多人，好多很多人哦！哇，我又要错过了吗？我在超远的地方，一只啊，一只而已。团团都跑超远了，最一般的，刚最一般的还好。对啊，每次我要回赶回去打的时候就，就打完了。飞机上，有女的带回家，嗯，啊，赚，肉应该比较嫩啊，好，脂肪比较多啦，脂肪比较多，脂肪，我哪脂肪？我为了要找那个，看一下，我刚刚是拨到土块啊，怎么了？突然叮一声，什么东西？叮，而且很像那种。做好东西的声音吗？对对对对对，会不会也是听到杰瑞做好东西啊？不是不是不是，刚有人在做东西吗？白错路过陷阱啊！等等，刚有人在盖东西吗？没有啊，我刚刚就是在修理的声音。对对对，很像我在海边，好像就是挖到一块土，就叮的一声。哦，你好像是有他那个好像有一罐泥土，那个好像是可以伪装。哦，这里有哦，下雨天的时候是不是？对，下雨天的时候或者泥土地，它会有一些湿泥土，湿泥土可以拿来玩。哦，我要在这边做标记了。这里有我找兔子找到船了。船，嗯，有一个废弃的船，我先做标记。哦，你有看到那个船锚吗？我不知道，我还没上去，我还没上去。我等一下再过去吧。对，我想说一下，等一下他一起过来，我先做标记。有一个大船锚，如果你有看到的话。哦、没有，它是小船。小船哎、欸。木棍标记，不要在这里。叮啊、黄色的就是那个、哦、废弃船，还是哎、欸、有人用过黄色、啊？有黄色，有黄色的。那我换别的，因为我黄色不是那个吗？绿的好了。某个洞。对，黄色是另一个洞啊，粉红色是大门洞。粉红色是大门。嗯，对。蓝色大门。武器架、炸弹存放架，那个好。20根最多了。毛皮毛储存架、骨架、布甲储存架。哎、欸，对耶。嗯，我刚刚还有看到一个很特别的树。嗯，树，我来去看一下。啊、是有个藏宝图。对对对对，我刚好看到一个超级特别、啊、超巨大的树。枯掉的一棵大树吗？它没有枯掉，但是它的树的那个根部特别特别的巨大。哎呦，那就是那个喽。我觉得很像，我来看他，你们看图啊，那个图大家看得到吧？就等杰克啦，拿照片。杰克说11点了，完了。嗯、啊，他11点，真的假的？他说11点。他什么？他去哪里啊？他说好像今天出去玩的样子。玩？延长回家了。就是家里人出去家具啊、哦，家具啊，家具，那没办法，玩家具啊、哦。不然就是那个啊，我们一样，不然就是我们先去，然后潜水衣帮他做个标记，这样。要自己去拿、嗯，对吧、啊？对吧、啊？然后之后就去拿，对吧、啊？不然太久了，啊、不然11点，真的不行，真的不行。那我们只能玩团康了吗？没有啊，就一样，我们就一样先去找啊之类的、啊，然后再做标记啊，一下路就比较麻烦。然后我的周围开始结冰了，我也结冰了，下雨了，因为下雨的东西，拿回来吧。加冰不行，我离你们太远了。那刚刚弄的烤火，我要自己烤火，我要自己孤独烤火了，我要烧钞票了。穷到只能烧钞票，烧钞票是怎样？很穷哎、欸，剩钞票可以烧。嗯，这世界钞票跟树叶一样，可是树叶比钞票有用，还能盖家。我要毁尸灭迹，我要毁尸灭迹啊！我也是、啊，我一边毁尸灭迹，还在一边放新的肉上。快煮好啊！我要吃。这游戏跳起来也可以加速，超帅的。可以吃了耶，在天空中可以加速。嗯，哦，我要去找那个大颗的树。这边满月，满月会怎样吗？哇，会有狼吗？会有超强的野人吗？你是说变身野人？你说长毛的野人？你说狼人野人吗？好恐怖哦！长毛的野人，长毛野人，长毛野人，在这里耶，在哪里？还有肉哦！你们要睡觉，跟我讲一下，我在这边搭个临时帐篷好了。我觉得我回不去了。哇！
我这边好像有野人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对啊，其实蛮补的。干嘛啦？你、欸？我拿网球拍的野人两只、欸。对呢，我们有网球拍可以打。对啊。哎、欸，救命哦、喔！太多只喽。在哪里啊？欸、在很远的地方。那你、嗯、那我们没有救你，而且、啊、不行，我是而且我是唯一你们看不到的人。对啊，你等我一个人出去呢。我边缘人，你为什么要跑出去？你不要，对啊，你改，你为什么要跟昨天的杰克一样？对啊，为什么要坚持？他那个那那个没办法改吧？他哦 ，Steam ID 可以改就可以啦，可以啊，是可以啦。为什么要坚持？小雨你在狂喝水是不是啊？我坚持不改 ID。我在装水。你为什么把水装光光？我等一下早上喝什么？哎、欸，我在上面、欸。在下雨呢，早上就有水了。好，我改个 ID。怎么装水啊？做水瓶。还有一个水壶。水壶的两个水袋，水袋。哦、那我没有。我也没有。我有。那我等一下去换打路了。我要两个都打。可路路都会突然，就是你一转头的时候，突然身在你后面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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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要装水，找不到嘞，我去哪了？一，还可以睡觉了。这一颗吗？啊、哦，可以睡觉。好，那我做一下。存档，不然等下不见。我做一下房子。那我先去烤个火，等你做好。烤一下，烤一下。哎、欸，怎么又湿了、哦？我的手在抖、欸，哎，颤抖着。密集恐惧症表示网球塞满肚子真的不行，大爆，不舒服，不超不舒服的那个东西，真的。那不要塞肚子嘞，塞满嘴巴吗？还是塞？塞？还是塞？塞？我都好了，睡觉。我好了。等一下，我再塞水。我也是在网球。哎、欸、啊，我改了，有名字了吗？可。你要重开吗？你来存档，然后关掉再重开。我先等大家睡啊！嗯哦、我先存档好了。先存。我在发抖。先存。我在发抖。我在发抖。快乐是。我的刀在颤抖。快，我的水瓶在抖。啊，我的水瓶也在抖。还有谁还没存？我的水瓶打火机。也在抖。快点，荧幕好白哦。还有谁？还有谁？不是在玩狼人杀吗？我觉得杀手故意不睡。故意不跑、哦，杀手故意不睡，是杀六个人。哎呀，帐篷哦，雨妹从里面出来、啊、我在里面啦、啊。哎、欸，这棵大树，所以要怎么处置它、啊嗯？等我们吗？你第二张照片，你有看到、那個？我看一下那个点吗？我看一下身上的照片。我记得应该是2号2至8。对，有。一模一样吗？一模一样，我莫名其妙找到他哎、欸。可是不是重点是要啊啊叉叉到了能干嘛？应该是有某个地方可以触发吧？还是我这边我要找到铲子？好啊好啊。哎、欸，我重灯了，有名字吗？看一下哦。T 有了，有了，你终于找得到你啊！终于找到你的名字了。他进来得了吗？很远吗？我还蛮远的哦。好，我顺便去探险。我是想说，一起出发嘛，一起出发。我为了要找动物杀，然后跑来这边。好远的。哦，这个怎么肉啊？这么小怪。而且我们那个、欸，我们刚上面那边有很多野人。那个我们餐厅上面，我刚刚从上面下来。哦，他们常常在这样看呢、啊。很多都会在那边。他们是别的企业来偷看的。一等的野人都在上面逛。有网球拍哦，有啊，我们有啊。找团团喽，走喽！哦，这里有拿网球拍的野人，就他们。来了，他们开始会拿工具了吗？居然，这边变聪明了。打网球，教练打网球喽。会不会最后都出现武士刀的、啊？有、啊，不会吧？这么帅啊！武士刀的也太恐怖了吧！太可怕了吧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个方向好像就是网球，不是网球拍的地方，往那个有那个船锚的地方，然后就可以通向那个潜水服。对啊，野人一直在进化哎、欸。嗯，对啊。哎、欸，紫色旗子哦。哦，有啊，附近有野人哦。
因为前面看到野人了，我看到好几个，好几个。冲刺！还有在面壁的，还有在面壁的。好走，好走，算了，他们不打，我们不打。他们好像都跑走。紫色。那你们。